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吗？梳子。哎，我刚刚其实也看到了，它是个按摩梳吗？这个的话，它是可以在这里面放一些那种防止脱发的一些药水啊这些的。可以放药水。对，因为它是这样抠下来的。哦。然后在这个里面放一下这个药水啊。这是什么功效的药水呢？这个应该就是说生发的，对，因为有的时候，尤其是拍古装啊什么，就比较掉头发，就是这样子很勒的。哦，对对。然后呢，它就是有光线的那种采光，然后可以按摩这样的作用。反正出来的话，它就是有震动的。哎，试试看，哎。它是震的，刚才放进去那个药水它从哪里出来啊？就你梳的过程中药水就会出来。对对对。哦，我有点知道了，它的原理你看一下，它这个中间有点像滚珠。对对对对对，圆珠笔笔芯的那个概念，所以你在滚动的同时，它就会把这个精华的成分按摩到你的头皮上。对，然后这种红外线的话，它会让你渗透的效果更好一些。哦，哎，这个很棒哎，就是你经常这样梳，它有的时候。它会把你那个毛囊给梳开吗？这样子。